出发前，我大女儿有陪着我，所以我也很开心。他们都说妈妈是最棒的。就平常心啦，就当作是一次参加就是同学会，因为遇到好多老朋友，还蛮开心的。想要让大家知道，小胸也可以很有自信，也可以很美。我想要成为像齐拉奈特利那样的不修图，这就是我的身材，每个身材都很美。韩文一直有在练习，但是就希望自己韩文可以继续加强一点，因为我也蛮希望可以给予一些帮助的，因为毕竟之前在韩国颁奖的时候常常受大家的照顾。对，希望今天可以用一点点韩文，然后可以帮他翻译一点东西。한국말 조금 조금 只会一点点，只会一点点。对。